新学期，新气象，大家不要沉溺在春节的酒肉之林里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因为现在已经是高一的下半学期了，加油！闭上。哎，我说，这过节过得出门都不带耳朵了？加油！你看看我嘛，老爷。老爷 ，Morning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林阿姨舍不得我呀。哎 ，Frank， 你带我去你们学校看看吧。想上学你回英国去。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学校和我们英国有什么不一样。这是你们校服啊，太丑了吧。我最讨厌别人动我东西。我知道你有洁癖，还给你。是我记性不好，对不起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无所谓，老爷很生气。我知道，我感觉一定登门谢罪。你又生病了，你可是咱们班感冒第一人啊！默默，晚上我想去你们家住去，我想吃我姐做的蛋糕了。最近别来我家睡，不方便。怎么了？家里有谁啊？我妈朋友的女儿。哪个狐狸精？赵小叶，有人找。来了。哎，到底哪个狐狸精？乔伊。时候我打电话回来过，妈的脾气还是老样子。啊，周六你和关朝说一下，和爸爸一起吃个饭。我们下周考试，应该挺忙的，应该没时间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急什么呀？这还没打铃呢。我作业也没补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要移民了，以后说不定就见不着面了。我知道关朝的脾气和你妈一样，你就转告他一下，咱们周六见，啊？不用了。
趁我现在还能好好说话，请你马上滚。赵观潮，你这什么态度？我是你父亲，你姓赵，是赵素英的赵，不是赵磊的赵。当初你抛弃我们的时候，你儿子就已经死了。有事儿？老田刚才洗碗又忘记清水槽里的垃圾了，挨骂呢。来你这儿躲躲。不回你房间躲着，跑来我这儿干嘛？有事儿吧？没有啊。真没事儿。真不去啊？去哪儿啊？见他。他都要移民了，也许是最后一面了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对你做的事儿。我跟他见的最后一面，只会是他躺进棺材的时候。我一直都知道观潮挺恨赵磊的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么恨赵磊是因为我。姑娘长得不错嘛，这脸也挺白的呀，漂亮，包也不错呀，怎么说？可以呀，要不今晚去玩一下？别这么害羞嘛，姑娘，别这么害羞，别这么害羞。你干嘛？干嘛了？你想干嘛？滚蛋！下次穿多点。站住！